参加旧金山会的代表，其实蒋介石早就内定了，有宋子文、顾维钧、王宠惠、胡适等八个人。无赖啊，这正是无赖的决定。这样的会议怎么可以没有共产党的代表呢？对吧？别说是国际事务，哪怕就在袍哥帮会里面做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情，那都是会有人骂娘的嘛，不仗义。要有周恩来、董必武、秦邦宪在参加，可他们置之不理。周恩来给王世杰的信中措辞是非常的强烈，说中共坚决反对此项分裂之举措。周恩来给王世杰写信的内容你都知道，小心中央日报会说你造谣哦。他们才造谣呢，我的话是有根据的，政府上层我也有关系，可以说消息能力全部比金鹏头差，大家务必注意。幸亏李科长没来查岗。李海峰已经于昨天潜逃到南京，投靠了日伪。策反他的是《扫荡报》的日文翻译郭子平。蠢猪！日本人就要完蛋了，现在叛逃，死的比核心店陈明楚还要难看。他的父母、老婆、孩子呢？踪迹皆无，估计是早就修好退路了。他是饥饿巷时期的老军统，对家规应该很清楚。这个雷海峰啊，要坏大事。总部电讯处有两个王牌人物，一个叫江一英，军统唯一的女将军，最早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的就是她。还有一个就是李海峰，被称为军统的密码宝典。在林怀富那儿监听到些什么？都是一些牢骚吧。科长，我有时候听他们讲的话挺有道理的。这些人可都是危险分子啊。毛主任，你先进去吧。在下先听到一声枪响，就一声，很近，但是从窗户往外看什么都没看到。他最后怎么说的？就说李海峰同日本人，还拉他一块叛逃，他不答应就被人打了黑枪。后来我还问李海峰是谁，他说是电讯处的。你不认识李海峰吗？在下一直在二台兼职，来总部才半年，都是外勤任务，我不认识他。你什么时候进军统的？民国26年参加的，
上海青浦特训班。26年，还是特处时期啊，你有点资格了。张明义的老婆说，李海峰曾经鼓动张明义跟他一起投靠日本人。张明义和老婆商量后决定不跟李海峰走，所以遭到了暗杀。他为什么要鼓动那个张？啊，张明义。因为张明义是李海峰的内弟。这个张怎么不早说？他该死。于工程师，来找左岸老师吧。他在吗？听那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，穿好军装，拿起武器，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，踏上征途，万众一心保卫国家。我们再见了，亲爱的妈妈，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。再见吧，妈妈，别难过，莫悲伤，祝福我。好了，咱们这事儿你说的够多了。说吧，下件事呢？我们是不是得定一个日子？结婚的日子。狡猾。我一点头，你连求婚都省了。好，算你们户过关。那日子你定。呀，哪来的？一个朋友从莫斯科给带回来。喜欢吗？嗯。结婚，我想选在抗战胜利的日子，你看可以吗？我估计年内就能解决这件事儿，嗯，说不定双十节之前就能打败日本人。泽成，你说抗战胜利之后，真的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吗？嗯，会有点摩擦吧，共产党肯定会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，但总归是一家人，坐下来开个会商量商量不就行了？你以为蒋介石愿意商量吗？在宪政实施促进会上，他是公开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。你小点声，怎么能直呼委员长的名讳呢？这是重庆，到处都是军统的耳目。我不怕军统，军统就是老鼠，专门躲在角落里开黑枪的。我们不说这些了好吗？我现在就想买一个什么样的结婚戒指最配你。不求手上有金，但求心里有人。处长、科长，都弄好了。你带一组去车行埋伏，你带二组在车里等着。余则成，你先回阁楼，继续监听。如果听到一个叫孟先生的到了，你就打开窗帘，我们就行动。社区英
你们先聊着。好好好，坐坐坐，随意坐。我烧点水，马上就过来啊。在这儿呢，孟先生到了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啊？你们找谁？无礼！你们是些什么人？我是程布雷先生的朋友。是吗？延吉先生给您带好啊，坐。行径，废什么话，赶紧走。走。陆陆续续有四五个人吧。后来进了一个电话，有人叫孟先生，我就去把窗帘打开了。就这样，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人上去了，这些人就不见了。王局长到了。李宗芳啊，李宗芳，你这个蠢货！李海峰头日你就没有察觉，曾家岩50号的人在岩坯底下集会，你都让他跑掉。对不起，局座。局座，其实这次行动科长布置的非常周密，只是因为一个意外的电话。什么电话？局座，我们内部有奸细。你是第一时间发出信号的吗？开始我是听到那个林怀夫叫的孟先生，但我不能确定，想再听一会儿更有把握。可是接着那个电话就进来了。
你同情中共？没有。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，永远都是。我要提醒你，别自作聪明。我没有。余生心里一直心向党国。口号还是留到四一大会上去喊吧。我问你，你和那个左蓝，是不是已经谈婚论嫁了？ 都知道了，你别忘了，在青浦特训班的时候，你的登记表上是怎么写的？你可是有妻室的人。科长，那个表是您亲手给我填写的，妻室的事儿是假的，是随便写上的，这您最清楚不过。那时候是假的，现在可就是真的了。梁处长已经询问我了。询问什么？家有妻室，结交露水红颜。 那不是什么露水红颜，那这……戴老板，我马上就去。我提醒你，莫把家法当儿戏。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 赚钱了，今天我付账。我看《中国之革命》，你翻译的。万一这种东西会进黑名单呢？人家外国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要假装天真？这些不是我们庶民百姓要想的事情。美国已经占领硫磺岛了，重庆现在在干什么？ 延安在干什么？我送你那调味巾带了吗？哦，今天没带。来，以后再写这样的文章，不能用真名，得用笔名。好。答应我。 泽成，你怎么了？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用笔名，不用真名。你的任务就是把暗杀计划制定好，要快。人力物力需要什么，你只管说。我明天一早就向您汇报。晚了，明天一早是出发的时间。 今天晚上我要在这忙通宵，你可以随时过来。明白了。缠绵完了，科长，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？你马上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离开重庆。去哪儿啊？ 你就别问了。什么事儿？秘密使命，明天上路再告诉你。要去多久？我知道。我可以跟左兰说吗？不可以。可是我们已经订婚了，打败日本人以后，就打算结婚的。 战争还没有结束，你是党国的人，不是属于某个女人的。委员长、戴老板都能心仪美眷，我怎么就不能呢？等你当上了委员长、军统局长，你也可以。但现在不行。情报处的人来问我，你是不是有亲共行为？ 你的未婚妻是不是有通共行为？没有。那你的未婚妻在新华日报上的文章也是编造的吗？听我一句，现在重庆是枪口，躲一躲不是坏事，特别对你和左兰，明白吗？我现在要去见戴老板，天一亮就出发。
天亮之前你不能出去。 此刻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，我知道你跟一些中共人士过从甚密，这样不好，很危险。抗战即将胜利，每个活下来的人都有权利享受幸福，但首先要珍惜生命。我发誓，为了你，我会珍惜生命，绝不会置身危局。 也恳求你用美丽的生命等着我回来。这次我们到南京，只有一项任务：刺杀叛徒李海峰。刺杀？怎么不派行动队的人去啊？我从来没执行过这样的任务，不怕失手吗？ 在总部供职多年，谁都不知道他认识多少人，也不知道他认识谁不认识谁。你是不是在带老板面前说过你不认识李海峰？说过。就因为我说过我不认识李海峰，就派我去。这次行动由我负责，你是我挑的，老板也点头。 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未婚妻到过林淮富家，她与曾家岩五十号的人关系不一般。那天要不是那个神秘的电话，你现在恐怕要为她默哀了，知道吗？那天你为什么迟迟不发信号？ 是暗杀，还是有机会就杀？暗杀不是你的任务，你只管查清楚李海峰的活动规律。执行的事儿，我另做安排。当面交给他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
如果我遇到了意外，你就拿着它去陕西会馆找贴老板。陕西会馆找贴老板，找到后呢？之后的事儿你就别管了。待会儿会有辆车停在拐角，你照直过去，什么也别说。 开前门上车，上车以后应该怎样？高兴还是不高兴？平静。周佛海是我们的人吗？帮军统做事，主要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汉奸现在是最愿意为党国效劳了。日本人快完蛋了。 如果这次您不带我来南京，上面是不是会调查我？去吧，他来了。会不会调查我？你别想这些了啊！记住。 如果刺杀李海峰成功，整个军统局都会为你庆贺的。啊，抗战快结束了，李大功的机会可比美女还要少啊！去吧，谢谢。 举起来，走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有些人你必须要认识，至于以后怎么办，就靠你自己了。劳文池，汪先生在重庆时候的情报官。 当年离开了匆忙，只好把劳先生埋在重庆了。啊，这位是政保总署总监万里浪先生。万前辈。啊，这位是日本军总部史川少佐。史川君。这位是反蒋义士李海峰先生，现在是政保总署的电讯处处长。李处长，将来承蒙指教。 在南京情报界，这几位都是非常人士，为你接风，还是很给面子的。晚辈确实受宠若惊啊！老老弟去军令部二厅是谁提拔的？哦，在中央干校的时候，康泽跟蒋经国斗法，晚辈坚决跟从蒋经国。离开干校的时候，是蒋经国推荐我到军令部。李世勋活着的时候，给你派过电台吗？ 哦，派过，但我没收到。联络员的江伦被杨森的二十军征用了，所以传到汉口的时候，他就把电台沉到江里了。你以后跟着李先生听差，还不进一杯？哦，恳请李处长不吝栽培。军令部在南京有秘密电台。 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有两部。但是他们知道我来南京的消息，一定转移了。你是怎么暴露的？哦，煤机关在大东书局的组织被破获，有人叛变出卖了我。汪先生生前曾经嘱咐过我，说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找他或者是周先生，所以我就来南京了。 军统那边熟啊？不熟，熊长官跟戴笠水火不容。
凡是英语书写的，送到翻译二科，科长要在回执上签字，下班前统计回执数，核实后送到档案室，档案室主任要签字，不得过夜。永安纱厂的股票还延期交割吗？今天不延期。怎么，你想出手？对，我知道很多套利的消息，越快出手越好。好吧，我帮你交易，那就按喜乐会的老规矩，五个点分红啊。喜乐会的老规矩，五个点，那就这样吧。谢谢。和日军司令部的文件，你们不是没看见？这不是我的意思，这是陈主席和营组的意思。处长，我家的老夫老母等着我去养的。再说，清乡的时候我也立过功啊。你们都立过功，都不想去。好，那就让丁默村和万里浪去吧。
你值班吧，我去电话局了啊。哦。如果找我，就说我去电话局了。啊。喂，电信处。啊。他去火车站了。他去电话局了。去电话局了。都是刚刚走。我那。好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处长？是啊。是不是去日军司令部？不是啊。说是让我上楼去做什么记录。你们这都是怎么了？日本人在抓差，去东北，将来执行潜伏任务，大家都躲着呢。你也小心点。啊，谢谢啊。这个人我认识，军统行政处策反科科长，叫吕宗芳。对。谁让你杀他？我有我的上级。你们都是军统的，为什么要自相残杀？军统在南京有个秘密的策反据点，专门培训去延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。前两个月派去了9个，很快就被延安破获了，抓了8个。上面很恼火，就开始调查。昨天一个中共的叛徒供出了他，上面决定除掉他。你是说，吕宗芳是中共的人？这不稀奇。他这时候来南京，就是为了调查第二批秘密去延安的人。胡说！据我们所知，他还另有任务。吕宗芳来南京，是来杀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能相信吕宗芳是中共的人，刺杀李海峰的行动已经暴露，失去了上级，他成了军统安插在南京的一颗死棋。也许只有戴笠知道谢的存在，可谁又知道谢是何许人呢？他现在可以悄悄消失，他决定离开，跟左蓝去过他们希望的生活。这就是那位先生的房间，好多天都没来住了。一点小意思。哎哎，别拿着。哎哎，先生，这个人是他吗？哎，就是这位先生。你确定？哎，是，就是他。哦。有没有人来问过他的情况？有人来问过，我们老板怕找麻烦，那我们就说没见过。哦，好，那你先出去。哎。